红彤彤泡菜在热腾腾石锅里韩式饮食，石锅拌饭还能现场教学制作。艳红一片，秋日枫叶也成为韩国近年来主打观光景点，韩元贬值来到近七年来新低点，为韩国旅游大增温。但就韩元来讲，其实会建议其实你带台湾的新台币到当地换汇，其实会换到比较好的汇率，一样的新台币换到更多的韩元，就可以吃一顿好的，比如像韩牛啊，比如说去享受一趟韩国的汉木蒸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韩元跌势不断，本月新低点来到0.02796元，等于用50000元的台币，现在可以换到178万2000多块，相当于2012年的高点，只能换到171万9000元，相差了6万多块。万元吃到饱的烧肉餐就能多吃6次，也能多1天的旅游预算。国人最爱去的日本，日币节节高升，本月新高点冲破0.3，和今年的低点相比，以50000块台币换算，就差了4141元，几乎是2张迪士尼门票。我们有发现说，民众去韩国旅游意愿有大幅的提升。那就我们家的机票销售来讲的话，大概有提升2到3成的业绩。那其实因为这波其实汇率的关系，我们也很乐观预期，大概会带动韩国的买气，大概会成长1到2成。即将到来的赏枫。日韩旅游人士大宗，目前东京大阪人居第一二名，韩国首尔第三名，但随着韩元贬值，买气增温，吸引小资族群在换汇沙额上精打细算。三立社吕少博的一听台北报道。